第六题要命名下列的环碗，环的主体是环物碗。那编号来看的话，有两个取代机，一定会把其中一个取代机当成一号碳，以顺时钟或逆时钟的方向选择数字小的方向。所以这时候两个取代机在一跟三有取代机，所以是一三二甲基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题的取代机的位置来看的话，在右手边这边有两个取代机，所以这个地方要写一，然后逆时钟转数字会比较小。好，所以这时候我们一样先命名甲基，在一号碳跟三号碳都有甲基。那在一号碳还有一个乙基，一定要先写甲基，再写乙基。那主要的结构是环物碗写在最后面。